在赤鱲角机场，一早就有大批市民到嚟，准备搭飞机出外旅游。在出境大堂，到处都是人头涌涌。不少市民趁住一连几日的中秋节和国庆节假期，不用上班和上学，一于出外旅游玩餐饱。入境处发言人就说，已经开放了多条伊道，又会视乎情况加开入境柜位和加派人手处理出入境手续。香港宽频电视记者郑汉成报道。